节目马匹准备就当四场五班一六五零，一号大热，准备王琦举起。CB 和你喺度周身喐啊！好啦，出闸嘅时候前面快啲嘅马，咁啊见到都好多只马想抢嘅，大我当大宝库啦，数翻中间就自跑得零舍快啲嘅，咁啊中间灰马人生路内栏霸住个第四先，黄毛嗰只就CB和你嚟噶，再响佢外边就威旺财内栏第六位啊，咁啊有红毛嗰只咧就甜歌儿啦，中间线路明星真系要执噶啦，咁啊响外边咧仲有莫几弱啊，尾四内栏浅蓝衫嗰只咧就领航精神啦，尾三红衫就胜利仔，尾二胜利攻略暂时包尾就精彩时机啊！好啦，过咗呢个千二米段处，前面带头系大宝库，跟住第二位威旺财啊，内栏第三人生路啦，出边咧望空咗抢口啦，事必和利都留得相当相当辛苦啊！内栏第五字跑得响外边三搭咧，仲有莫几弱啦，中间马林啊，红帽嗰只蓝眼罩啊，田歌儿啦，好多少个马匹啦，先见到领航精神啦，线路明星啦，尾三开边啊，胜利仔后边两只。胜利攻略同埋一只咧就精彩时机嚟噶，好啦，跑到对面直路嘅中尾段啦，前面就大宝库，外边士必获利咧就可能嫌慢要抢口，不如上啲啦。第三位威旺财，咁啊再后边嘅第四位人生路啦，中间甜歌儿出边莫几弱啦，内栏自跑得啦，咁啊再中档位置咧就胜利仔响佢外边冚住咧，仲有线路明星，后边三只领航精神、精彩时机同埋黄眼罩嘅胜利攻略嚟噶。好啦，正在直路大宝库咧接嚟咗一个新位，士必获利第二位，咁啊再见到外边。田哥兒馬林中間追威旺財，內欄一路上跟嚟有自跑得，最出嚟勝利仔，最後五十米田哥兒鬥緊威旺財，外邊係勝利仔上跟嚟，最後三十米到田哥兒鬥緊勝利仔，後邊仲有威旺財自跑得接近終點，外邊勝利仔衝上嚟贏，第二名田哥兒，第三名威旺財自跑得咧就相當接近啊，咁啊都喺外邊冚啊。落山入弯的时候咧，胜利仔都嫌佢慢，开始要发佢两边走啦。入弯就掟出去出边追，结果就逢马过马，胜利仔赢马。何然都好耐未赢翻场啊，赢翻场先。田哥儿第二，威旺财好似个第三机会高过只自跑得添。虽然临场啲飞啊，真系学阿小朱话斋，真系远到不得了嘅。临尾回到96蚊，咁啊，大家冲啊过晒啦，一落班啊唔同晒啦。田哥儿。其實排翻個好檔，今日偉達都跑得好積極，好啦，跑翻第二啦，第三果然係輕磅嗰只威旺財啦。睇完重播翻到嚟睇下三四名啊，咁啊中間嗰只輕磅嘅威旺財一路都頂住埋邊嗰只自跑得嘅。泰越嘅派彩啦，跑第一名三号胜利仔，独赢回到96.5位置派32蚊，跑第二名四号甜歌儿位置派20.5蚊，跑第三名11号威旺财位置派27.5，连赢位三搭四派344蚊，三龙彩三号、四号、11号派5046蚊，单贴派826蚊，位置 Q 三搭四派92蚊，三搭十一派118.5，四搭十一派113.5，跑第四名系五号嘅自跑得。最后独赢的预计派彩 A12 隔夜半热门23.5，看埋四连玩派832蚊，单贴就差不多了，四重彩就派22306蚊。看巡逻影片九档起步佢就好立心流噶啦，咁啊隔篱嗰啲威旺财起步慢咗啲咧，就騎翻上去啊！見到拍波兩頭望，得啦，夠多快馬就縮啦，一縮就去咗二搭噶啦。前面走我哋見到自跑得人生路同埋呢個大寶庫啦，然之後見翻士必獲利喺個第四位，一路側起個身嘅話，咁啊唔肯跟馬喎。然之後見到開邊就威旺財又上翻去啦。見翻就甜歌兒喺個靚位嚟嘅，跟住就係嗰只線路明星咁啊，開邊亦都有嗰只咧就係莫幾弱嚟噶。領航精神啊，唔快啦，喺個尾五嘅位置啊，咁啊喺佢隔離就勝利仔咬住甜歌兒噶啦，咁啊尾二嘅位置勝利攻略包咗落尾嗰只咧就係精彩時機嚟嘅。嗯，嗰只咁啊士必獲利起步猛咁喺度懟啊，咁懟到佢上口，你想流啊，真係冇得流嘅。咪就係咯，懟上口跟住再流啊，真係流啊，唔方便。結果而家就流唔到啊，兜佢出去啦。咁啊前邊一對你話快馬，似乎真係威旺財嗰104磅幫好多啦。
仲諗住呢度踩油添啊，潘頓。我諗佢唔係好熟嗰只馬個馬性，佢唔知道佢呢個搶口情況。係咯，起步隊都上咗口，跟住要鬧。但係照計，即係連馬師都有講俾佢聽嘅。係啊，可能就個地又想跟前啲，咁啊起步都咁樣鏟，就一定係上口啊啲馬。嗯，睇片都知。係同一條跑線嘅威旺財、甜歌兒同埋勝利仔入到直路一把線散翻開之後咧，就最後嗰只係反先曬嘅。始終都係有班啦、啊，呢啲馬。睇嗰啲加速都唔同啊。係，執住個身一樣騎贏你。我哋精彩時機係走得唔曳，佢轉彎已經好蝕噶啦。復榜完畢噶啦，派彩作實，位置 Q 三搭四派92元，三搭十一派118.5，四搭十一派113.5。组合到赢三拣一，胜出组合 A 二格夜半热门派23.5，四连环派832元，四重彩派22,306元，孖宝三场五四场三中正派2,002元，三场五四场四安慰奖派631元。分段時間頭兩段好慢嘅，其實27秒9，25秒3，跟住嗰段就快啦，24秒100，冇段24秒51，總時間1分41秒91啊，總時間就慢過標準時間9.1。